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试玩一款手机游戏，哈，《热血江湖》手游啊。那这个呢，应该是有很多一些大朋友们的回忆哈。那这个大概十几年前的游戏了吧，曾经在 PC 上面推出过，然后呢是一款线上游戏啊。那老头呢也是有经历过那一段回忆啊，不过呢已经稍微有点不太记得了。如今呢这个几年之后呢，终于搬上到手机游戏来啦。那到底游戏内容如何呢？啊，老头也是非常的兴奋哈，虽然已经有点忘记。里面的职业跟零零总总了，但是呢，看到这个 logo 热血江湖，就让我值得非常的回味啊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试玩一下哈。这个我们到这个五帝伺服器好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江湖。废话不多说，哎呦，看到这个画面有点小小的感动啊。剑士、枪客、弓手，有点想要玩弓手，可是他可以选男女吗？可以哇，医师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是正派的形象啊，时装跟初级，哇，初级就很阳春，哇，邪派，这好像跟以前 PC 版一样，是正邪两派都可以选的样子哦。刀客，上手难度两颗星，高防御高血量，剑士入手难度哦更简单，反正有点类似像输出值吧。然后呢，枪客血战沙场不死不休，哇，这难度比较高哎。弓箭手难度也颇高的，我想说要不要玩？哇，这难度更高，补血的。我觉得我们来玩一个，来玩剑士好了，好不好？感觉比较帅啊，还是玩刀客啊？算了，我要玩剑士。然后呢，我要取什么名字来着呢？好了。啊，肩负银夫剑啊，不错吧？这个名字，科科就决定叫肩负银夫剑了。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打错啊，管他的，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了，没有错了。好，那我们选一个男的直接开始哈。Let's go。这个游戏哦，需要稍微用按的方式操作，点击这里。终于到了这个是炫吧，炫博派啊，变形金刚吗？客官会里边请啊，会讲话是要啥有啥，小弟要啥有啥啊，我的事不用管，我又不是小孩啊。哦，直接随便讲讲就领取奖励了，不错不错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款自动寻路打怪的游戏，不错不错，还可以啦啊，至少不用像无头苍蝇这样乱窜，有没有？气死啦！金镶玉这家伙真令人不爽，小野猫也来了，麻烦真是欺人太甚。哇，小野猫给你经验值，你也觉得不好吗？点击角色的头像，然后呢，武功解锁啊，我解锁了什么？哦，解锁了武功是吧？哦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自己动吗？哦，我现在可以自己动，我这个要稍微使用一下键盘哦，等我一下。哦，空白键攻击，可以直接打野猫，哎呀，嗨架！哎呀，一下都死了！哦，不错哦。还有放个新技能好了。哎呀，不错哦。他这任务是要打几只啊？哦，惩罚完野猫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去找那个炫博派门主聊聊。这里是中立区域，炫博派。这里是中立区域。不要在这里引起混乱。好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奶奶。对不起，给我钱就可以，你就可以滚了。橙色武器是什么啊？到达十级，你值得拥有战力。呜，好哦，那我赶快练到十级。啊，给小猫咪包扎，好，把小猫咪打爆之后还要帮它包扎。喵，啊，怎么包扎？怎么包扎？重点。哦，使用。啊，猫咪站起来了。这里是中立区域，玄博派。好，不要在这里引起混乱。现在干嘛？送灵芝汤。哦，不知道怎么走，就给他这个任务栏点一下，自己就会走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还可以发话呢，还可以发话哎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发话怎么玩。来来来，门主去哪里了？门主还没回来。门主就是我。哎呦，阿萨鼠，阿萨鼠，好歹有毒 ，baby，打爆他。
下。哇！雪衣雕，护住桃花林。哇，独眼巨人呢？撤！撤！雪衣雕赶上了就好。哦，原来叫刀剑笑。没事吧？他弟叫北更小嘛，然后 他叫刀剑笑这样子。宠物即将解锁，点任一个位置继续，还没有解锁就是了。我看一下他这道可不可以用啊？怎样？恭喜，觉得舒服多了，成功转职为名医。哎，可以听发话、啊。综合，可以按住哎。Hello， 有进去吗？哎、欸，对、欸，没有人理我哎、欸。要怎么发言啊？这里 ，Hello 哈。好、哦，要等级十之后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们赶快练等吧。击败蛤蟆啊，打打小怪，练练经验值。我懂了。铁怪啊，嗨，冰链猫你好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也不太不友善了吧？我解完了，也太快了吧！我靠。任务变身中什么意思啊？管他的，反正靠近任务就对了。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事儿。好吧，那快点帮我补一下。保你药到病除。药到病除。书桌，这怎么进行啊？寻找书衣，翻找一下，然后再给他是吧？这么近也不会自己拿哦。哦，受不了哎、欸。如果你一说翻山越岭，那还差不多啊啊！你就啊就在旁边而已，对不对？就好比说，你今天要去冰箱里面拿一瓶水，然后你还叫派任务给别人啊，我给你2000块去帮我拿一瓶水啊，就在你家楼下。好，算了，游戏嘛，不要太认真。好，身后传来平食指的大喊：“哎呀！”好，不知道大喊什么，不管了，捡起锤子，雷神之锤。啊，与刀剑笑聊聊，这什么东西？后面这发光体是什么东西啊？打了这么多年铁，好，小红小红，打造出一把神兵。哦，开启轻功，按2下可以二段跳。点击头像，宠物，好，我们有宠物了。召唤，出战，关闭按钮。哦，我们有这个雪翼雕。哦，我们有一只雪翼雕了，好像很强的样子。有福利也可以领一下，签到福利、装备能量、线上福利领取，啊、哦，能领就领，啊、哦，越待越久你领越多，了解了。储值首日送，啊、哦，储多少钱不知道，然后会送这个伟大宝的乾坤戒，超值礼包。哎、啊，有没有免费可以领啊？元宝试试手气，我没有，我不能试。7日登录，好，又送东西啊！事前登录，哦，事前登录礼包哦，哦，有强化石跟升级石，哎，这个可以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就好。哎、欸，它直接钥匙用哦，好，算了，没差。然后呢，再做什么？再找刀剑笑聊聊。我哪时候才10级？领个经验值，哦，要击败其他人了，各种击败人，哎、欸。为什么变这样？拿了这个就变神兽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好帅哦！因为大家都跟我一样、欸，哎，这是变身状态，哎，哇，攻击神高，而且只有一个攻击技，一个攻击方式而已。哇，哎、欸，可以在这边顺便练经验值啊！你看，一直狂加36经验值，我可以等一下再还任务吗？能不能练到10等就可以走了？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经验值调在哪，在下面。加很多吗？欸、其实也还好、欸、我觉得与其这样子，不还任务还比较来的划算。哎、欸，冰链猫是你，妹子 ，Hello Pretty Girl， 一个人吗？需不需要帮你按摩？干，不理我哎、欸，失恋了。哦，八等了，使用包袱，使用上当了吧？什么东西？啊！莫名其妙上当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找他讲话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你现在打不过我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可以打你吗？装备，好，我们战力又上升了60。好，我们比之前又更强大了。我们现在要跟这个玄博派
啊、哦，那个变形金刚的门那个门派主讲话，啊、哦，继续跟他讲，讲好讲满了、啊。这里是中立区域玄门主，别负隅顽抗了，玄博派马上就归入玄博派神地，听说过？听说过哇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原来他是坏人啊！哇，帅哦，一神子，能防鼠辈来此闹事。哇，那婆婆很安逸耶！快点投降，饶你不死！饶你不死！哎呦，中毒了，又中毒了！老娘没工夫陪你玩，先走了。走了也这么自由自在，但那个女的又中毒了，原来是擅长中毒的好朋友啊！我天啊，狼王在哪里？哎，我们已经十等了。哎，狼王打！狼王算什么东西？吃吃我的招式吧！哦，轻而易举，简简单单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十等了，我们应该可以稍微通话一下了吧？我想跟他们聊聊天呢、欸。先点一下，哦，好多东西哦。卫所的白银宝箱，狼王他会给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会开白银宝箱，这是干嘛的？用来洗练坐骑。白银宝箱在这里使用，啊，这等级20才可以啊。啊，这干嘛？使用。锵锵锵锵锵锵锵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啊、哦！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私房钱使用，这干嘛？确定获得300桶，原来这是拿来开钱用的啊！这个呢，能量碎片使用后增加160点的装备能量，用于升级使用的。我大概知道是干嘛的。哎、欸，啊，还有分好多、哦、披风跟属性啊、哦，这个都是 skin 啊。哦，还有武器耶，海鲜武器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可不可以听语音了、啊？按一下哦 ，Hello， 哎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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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可是没有人会善用这个功能哎，好可惜哦，还是说这游戏才刚开始没多久？大家好，我是奸夫淫夫剑，这世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感觉他们像机器人一样？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生生的人。好啦，我大致上能够理解啦，他们正在忙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大家都只顾了自己。哎、欸，加好友嘞，西罗田，哇，第一个好朋友，第一个好友出来了，哇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了，好友在哪里？好友在哪里？而且重点是还有次数限制，我剩下三个了，难怪他们不使用。我瞬间懂了什么？哦，可以密语哎。这个是女的还是男的啊？哦，看样子这是女的，而且她已经一转了。那我可以赠花吗？啊，哦，我没有钱，乳蛇没有钱买花。啊 ，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哎呀，你好，哎、欸、呀，真的回我哎、欸，我叫做老头，哇，第一好久没有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朋友了，哈，他直接回我哈，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就先玩到试玩，先玩到这里好不好？哥就觉得游戏还不错啦，不太需要耗费很大的精神力就可以玩这款游戏，因为呢它有自动寻路啊，那这个也是有一些回味怀旧的元素在啊，啊，想必这个七年级生大致上都知道这款游戏啦，啊，那游戏内容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啦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好不好？然后，那么今天这个试玩就先到这里为止啊！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游戏试玩再见啦，拜拜。